诸位同学，大家早上好，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《论语讲记》《先进篇》第一章。先进是第十一篇，先进篇还没有进入第一章，雪儒老人有一个开讲前提示，那么我们把这个开讲前的提示来复讲一遍。论语讲习班第二期有旧同学有新同学，这组织法必须知道，安排都是为同学着想。上下论本来应当一个人讲，虽然自古以来文同字同，但是其中的风俗、饮食、起居、言语、行动，古今有差异，但是百变不离其宗，思想就是一个，所以多人讲是大错误。孔子慎之十则也，医病下药，没有病就不必再用药，但是其中的义理无限，讲百遍也不算多，必得多听，然后可以融会贯通，遇到事情才能办，能说话。这雪儒老人讲这个伦理讲一百遍也不算多，听也要多听，然后才可以融会贯通，遇到事情我们才知道怎么办，才能够说话。读一个碗具有七方面，知道以后再见一个碗，就有具体的认识。吾这次改讲下论，习老师改讲上论，为了迎合大家的口味，本来可以不必如此，其中的义理无限多，不能以为前听前七方面就以为可以了。这个也非常重要。上面用看一个碗看七方面来比喻，听伦理我们可以听前七方面那也不可以以为这样就可以了，自己的学问自己必须知道，所以必得讲究背诵，若不能背诵，印不上心里，这毫无用处。这记不住。所以要熟悉这个经文。吾幼年熟诵，到老了便能一饮就有资源。这是背诵的功能。论语讲究依着实行，不能依着实行，熟读到老死也不够学问，也不及格，不能实行就不及格，不能依着实行只是念诵而已，那是书呆子，如今连书呆子也比不上，现在人也比不上以前的书呆子。今日讲伦理不是因为国家的提倡，而是现今学生底子不及30年前国文补习班的同学，因为种种条件不同，从前回家温书如今回家是看电视，既然读了伦理再看报纸还不知道，就是报呆子，未来的前途全在今日的所作所为，这与佛法的因果相同，
今日唯有自身好自为之，若其他人没有听闻的，那是虚度一生。能在这里听闻《论语》不容易，别处不是如此。佛法的乱象可想而知，福慧能在某一处修，只要看个人的福分。诸位听闻了《论语》，还要自己去求。孔子循循善诱，只是诱发他的学习心而已。吾虽然老了，还是奢望大家将《论语》学成。啊，写入老人了、啊，希望我们把《论语》啊学成功，有成就，出去为社会尽义务，为公家办事。善恶就在公私上，私心就是恶，而为公必有为公的好处。开学第一天将讲学的宗旨、重办第二期的情形以及讲究背诵的所以然为同学们说说。你们要录音无说话，就必须小心有分寸，这样你们不得利益。因为今日是为行言训的时候，古书古时候已过去了，读它有何用？读书必须懂得世故人情，读古书要经用，读书全在自用。啊，这一段话很重要。啊，这个读书啊，我们读古书，古时候已经过去了，那读它有什么用呢？读古书必须懂得世故人情，读古书要经用，拿来现在用，读书全在自用。你们既然在学校已读过《论语》，吾何须再讲《论语》？吾讲《论语》的用意你们不懂，吾是不通，还不够资格讲。但是吾虽然读书不多，已读万卷有余，你们没有读百卷，如何听得懂？古人说学然后知不足，知不足才是真正有学问，自己觉得不错了，就是无学之辈。你们有求学吗？来此听《论语》就叫求学，只是短时间而已。教然后知困，不认字的人也不知困。现今有杨大师，字义不会讲，字也不认得，却要改经。他只是字义不懂，还说不上经义不懂。马明龙树不懂阿难境界，阿难不懂迦摄，迦摄不懂佛的境界。我们能懂佛境界吗？可见求学教书多不容易。吾采用集释，你们在第一届伦理班已听过一遍，但是料想你们连百分之一也不明白，不明白集释的用意。那么这段话也是我们要留意的。啊，如果你听过一遍，实在讲啊，我们可能连百分之一也还不明白。你们以前只见诸注，正义集释是集合了600余种书，无视诸位的需要与否及时代的需要与否而采用。那么写入老人啊，这个采用《论语集释》啊，集释啊，它都集合了600多种注解《论语》的书。写入老人啊，看大家的需要啊，以及现在这个时代的需要啊，需要不需要
啊，这样啊来取舍采用。你们必须求学，求无交，双方要合作才可以，两者缺一不可。求学之外还有重要的事，就是尊德性而道问学。例如大家念了30年的佛，谁会念佛？什么叫问学？什么叫道？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闻到道了就不怕死，没有闻道，自己不能做主，死不得。如今善根尚且没有扎住，道从哪里获得？像今日的抹阳大师啊，那是刨善根。好，那么这个《论语讲记》先进篇开讲前言啊，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。那么下面啊，这个先进篇第一章啊，我们下次再来继续学习。祝大家福慧增长，法喜充满，阿弥陀佛。